是沈芳吉，大家都叫她阿吉。她是林嘉丽，把我演得活泼又美丽。当俏皮小护士遇见帅气消防员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原来王子不是骑着白马登场，琼瑶主角结婚一样会吵架耶。你说，4月27号，戏说真人生，说戏给您听，谁来当家？当然是我吉姐当家。